大家。Hello。 今天正儿八经的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帅的，你们看看，美不美，浪不浪漫？今天这个夏天感觉像火锅店，因为经常很少出来嘛，夏天的时候。给大家看看我们公司楼里的这个洗浴巾。仿佛是你贴着我脚，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真的下得很大很大。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，你没办法靠近。这都倒死了，只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，轻轻睁开了。